就是了，是吧？等意思就讲要折一下给他的，刚好折啊。应该就这个先折一下。好的。干嘛？干嘛？丁哥，丁哥，走，吃过了吧？我吃过了呀。 现在是2018年11月3号晚上的6点钟，7点半，我们将在中国大戏院这个舞台上演出余脉相传的第五场戏《法门寺》。今天这出戏呢，是我个人的首演，一个非常珍贵的余派版本的《法门寺》。之所以珍贵，是因为首先余叔岩先生自己演的非常少，另外一个呢，这个戏是余叔岩先生晚年的琴师朱家奎先生和余先生的另一位很有威望的余门的票友弟子
王端甫先生一块儿存留一块儿研究的一个版本啊，因为于先生本人在台上演的特别少，所以这个戏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余派的这一段梅屋线是怎么唱的，所以今天我们将在这个舞台上把这一出余派秘本的法门寺呈现给观众。当然在这个戏当中赵莲不是第一主演啊，这个戏是刘瑾和贾过是两个男一号，那另外呢宋巧娇、孙玉娇，一个花旦一个青衣啊，也是戏份非常的重。那么我们今天在法门寺前边会加上大的石玉镯，所以今天这个戏要将近三个小时。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的青年花脸演员董宏松。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马上要演这个法门寺了。法门寺这个戏呢对于我来说是首演，是第一次，那么我之前做了很多的工作，上海戏剧学院向我原来的朱玉峰老师求教，然后也向尚长荣老师求教，还观看了很多的演出录像，包括大师的这个实况的演出录音，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因为这出戏不像一般的戏，在台上呢其实是特别的活的，但是这个活的同时呢它是又有准数的，所以说在学习的时候呢肯定是得先有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东西，然后在台上和我们诸多的演员一块呢可能也会出现一些个在场上临时也会出现一些个特别好玩的地方。排了两次了，心里呢这个稍微的有点底了，也希望今天的演出呢能够呈现给观众一个轻松好玩好看的一台法门寺。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文丑演员王盾，很高兴能这次跟这么多艺术家们共同合演法门寺。很小的时候就学了这出戏，因为这个里面有一段大状子是文丑最基本的基本功，所以很小就在背。时隔这么多年在演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嘛，对一些表演啊和人物有自己的见解，希望能够以自己的理解和老师们的传授，在这次演出表现出更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的青年花旦演员，我叫李文文。这次演出石玉镯，非常荣幸，很高兴又可以跟老板合作。但是这次呢，我们见面的时间很少，等于前面石玉镯，是一个小小的电戏，距离开演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刚刚化好妆，然后马上就要去包头了。那么石玉镯这出戏呢，对于花旦演员来说，是比较有生活中的考验的。比如说一些喂鸡，还有一些做针线活，那么它都是来源于生活。那么我们在舞台上会用城市化的表演，体现我们生活中更真实的体验，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看。大家好，我是青衣演员田慧，我刚刚已经化好妆了，马上就要包头了，再过半个小时也就要开戏了。说起这出法门寺呢，我是第二次演，第一次大概是15年前还在中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演宋巧娇，王盾他还是演贾贵儿，我们那都是第一次，今天都是我们的第二次演出法门寺，其实还是有点激动的，因为这出戏演的蛮少的，所以呢都有点小兴奋。作为宋巧娇这个角色呢，在这个戏里面她有一段西皮的导板慢板，转二六再转那个一句散板，我觉得这个戏整体的一个感觉就非常的活泼，从前面的石玉镯啊，到后面贾贵儿跟刘瑾的插科打诨，都非常是一个开心的一个戏，大家看了都觉得哦很好笑很好玩。但是宋巧娇包括赵莲、青衣跟老生在这出戏里面呢都有一段比较集中的唱腔，可以说是非常正统的青衣的唱腔，也是正统的老生的唱腔，在这出戏里面呢是一个可以说是在
我这个戏份已经不是很重的前提下里面的重点，所以呢也是算是一个看点吧。非常期待我们这一堂非常优秀的年轻演员啊，我呢是这堂主演当中年龄最大的，但是这个还是非常期待吧，就觉得我们能够在这样繁忙的一个演出季把这一出珍贵的版本搬上舞台，是值得所有人期待的，也希望呢能够不辜负先生们，不辜负老师们，也不辜负观众对我们所有人的期待，感谢大家。是的，因为于老板在剧场刚刚认识的，一个小时以前吧。对对对对。那聊了一些关于老板的什么呢？方方面面吧。看京剧认识的，我平常就有在看京剧了。对，不过我是从 XX 来的，我主要是看国光剧团。对，然后之前于老板有跟魏海敏老师合作《白蛇传》，那时候开始认识。不过那场很可惜，我没有看到，我好想看。我有一次去看那个杨宗纬的演唱会。那个王佩瑜是他的嘉宾，然后他们一起合唱那首《凉凉》，我就觉得哎，这个就是京剧本来让我感觉就是很高深的，然后好像离我们年轻人生活挺远的一件事情，其实也是可以跟我们现在年轻人这种时尚生活能够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好像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就特地买了这个票子，然后带我女儿来看一下。